哈喽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上恩解说。今天我们带来是纳塔亚中路实战，当然呢，这是经过改强的纳塔亚。我觉得这个改版呢，改的最强的应该是纳塔亚，不然就是菲尼克。反正呢，这两个英雄都非常的强。最近呢，我们发影片可能会比较频繁一点哦，主要是呢，有很多影片、很多玩法，很想跟大家分享。当然呢，这一场是 S 场的排位赛哦，并不是 AB 排的一般场。如果在 S 的排位赛可以秀起来呢，证明这个英雄真的有一定的改强。基本一技的命中呢，马上变成2秒，再发一技呢，顺利一打二后的手杀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改动呢，请我影片点个喜欢。如果你还没订阅，记得订阅哦。我们大概说一说纳塔尔一技能哦，就是在一技能命中英雄的时候呢，会返回冷却时间更魔力。这样代表呢，如果我们技能准的话，在中后期呢，0点多秒就可以发射一次哦。零点都没有多快呢，大概我们的手指放在一技能上面就已经过了。因此呢，这套出装跟我们的上一套全攻击型出装有点差异。我们不再是那种一拳超人了，就是一套打完之后呢就没什么用的，而是我们可以持续的使用一技能跟二技能来消耗敌方。而在这个版本的恶魔微笑跟寒星冰杖呢是非常适合纳塔亚的。首先呢，寒星冰杖变成也会增加最大的生命，而且这样子呢可以让我们的一技能附带缓速哦。我们可以持续使用一技能把敌方缓住，让我们的二技能跟大招呢更好命中。然后由于我们可以零点都没有发射一次一技能呢，这样子呢代表我们可以一直的触发恶魔的微笑。由于恶魔的微笑呢是生命百分比的伤害哦，这样子代表我们打坦克也非常的痛。自己先留过敌方貂蝉的结冰，顺利把敌人带走。这边呢我们是4-3，本来以为赢定的，可惜的是我们的二技能呢没有命中哦，自己算我的失误。而且呢，我们有个队友正在回城中，结果是3-3。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二技能没命中美娜，而且我们的走位呢稍微有点靠前，被美娜勾了过去。这里敌方还吃了一条魔龙哦，这样子呢他没有经济跟等级的优势，这样也代表呢只要我们失误被抓到就会被击杀，想必这场呢会非常的刺激哦。那由于我们的一技能会发回冷圈呢，代表我们纳塔亚在一等就很强。但是他真正强势期呢，在中后期我们装备起来之后，我们抓到敌方貂蝉一个穿烧，结果人头与我们的 rapper 00受下。这里呢一技能命中刷新冷却，顺利收到敌方纳塔亚。那个好像叫这美娜，有没有人觉得美娜跟纳塔亚呢很像哦？都是娜。这边小丑看来是怕我们的，他知道呢他大招已经没有无敌。我们的技能主人也是非常克制小丑的，毕竟小丑是直线，我们也是直线。那边敌方打野收到我们辅助哦，我们先往后靠。一技能命中小丑刷新，再一次一技能命中敌方刀锋，给他一个穿烧。我们一技能的爆炸跟大招呢穿死敌方马罗斯，然后刷新了一技能再收到敌方刀锋。这个改强呢，让纳塔亚只要我们命中就可以一直的发一技能，真的非常强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貂蝉，加一个非常帅气的瞬移大招。被这么帅的技能收掉呢，也是蛮值得。帮忙赶走敌方。OK， 我们的大象活了下来，追上去收到敌方没了，然后运到敌方刀锋补了一个技能，稍微点点一技能冷却，再一个一技能。哇，这边刀锋伤害有点高哦，他直接秒掉我们还有80%血的莫拉。这边看刀锋还想干嘛？好事呢，是我们防御的还在哦。这样子我们暂时没什么压力，还是可以弄兵。如果中路防御塔被拔掉的话呢，会非常危险了。毕竟纳塔亚缺点呢就是没有位移。注意一下敌方的貂蝉，由于貂蝉的结冰呢有点短哦，只要我们不要太靠近呢是没问题的。这边敌方刀锋呢再一次收掉一条魔龙，这样子他们的等级跟经济呢有点高哦。虽然比数是相同的，可敌方呢有地图无间的优势，这边我们就尽量发育哦。看能否尽快买出第三件大装。我们敌方不见呢，我们打算清个兵线就撤退，然后敌方说不行，于是呢我们就跑去开开心心的泡温泉。温泉呢，北部的温泉大家有什么建议哦？毕竟我们是旅行系实况组。如果说中南部的话呢，关子岭还不错，这什么状态非常好哦，不管谁来呢我们都不怕。假设有高峰的话呢，我们连招要121，然后再111111，应该就可以一死他了。有必要的话呢，也可以补个大招。千万不要忘记呢，那条大招还会解除控制。
有时候我们可以用大炸来救救我们一命哦。正文现在慢慢的飘回中路，我们的打野呢莫拉应该也需要蓝，我们就把蓝留给他。那这时候呢，敌方全员消失在地图上哦，代表呢我们的零零是一个诱饵，而这只诱饵呢成功钓到一个小丑鱼，顺利把小丑鱼击杀。那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多打少的优势，赶紧追上去，一技能命中。注意到我们一技能命中呢，瞬间可以再一次使用哦，就这样一死了敌方的刀锋。这边呢打一个非常漂亮的团战，我们比数呢马上拉开四颗人头。这边能看能不能再拆 ，OK， 顺利拆掉。那过来反一个蓝，那他有蓝呢还是比较舒服的。我们前期呢只有20%冷却，这蓝呢刚好40%。那有些中路法师呢常犯的失误就是，他会常常待在中路，把自己绑死在中路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有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帮忙队友补线。这门先露个脸呢，来吸引炮火，让我们队友可以更安全的吃凯撒。发地方小丑在下路，而我们队友呢也顺利的吃到凯撒。但他有凯撒呢，可非常厉害哦。我们还没买满装备呢，就能够融化敌方。那这边我们少了一个打野莫拉，而敌方少了一个马洛斯，暂时应该不会打起来。我们现在守一守二塔。哦，结果刀锋直接冲了上来，我们赢到后面的那塔呀。这边敌方队友是在附近的，他们人会先到，那我们的前排可能会被敌方先杀掉哦，这样子会被刀锋刷起来，有点麻烦。这里面莫拉呢在赶着过来哦，我们在远处时就使用一技能来轰炸，最后是一个二换二，那么稍微等我们队友复活，然后再快速清个兵线。那塔呢一个技能放下去就可以清掉一堆兵线了。然后自己帮忙我们的扎尼尔，主要呢我们是要留这地方的马洛斯，毕竟我们队友已经在附近。而马洛斯手机呢看他好像有点坏了，因为他好像不停按到回城，应该是触控不良。在游戏中期呢敌方死掉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尽量的虐夺资源，毕竟少一个人呢团战就差很多。中路兵线马上抵达，先把他清掉。这边的下半部的视野有点乌漆嘛黑了，可敌方呢已经在中路跟上路露头。这时候呢没有优先提防敌方的梅娜，如果不要勾到的话呢可不是开玩笑的。那这边敌方少一人，我们追上去先压上去哦，看有没有机会。我们目标呢是刀锋，晕倒刀锋，刀锋死了。这是我们大招冷却呢还有点时间，团战中呢一技能就尽量命中哦，命中的话呢我们可以持续的发射。并这时候呢我们的一技能可是非常的痛啊。一技能命中除了非常痛之外呢还能够帮我们叠被动。那他的被动呢是技能命中越多次伤害越高。顺利跳到中塔。再压上去哦，刷敌方貂蝉。这边我差点被敌方的梅娜抓到。本来我们是想直接结束游戏哦，可是已经没有兵线。那么的魔力呢已经不是很够，先拉开。没摸那太阳呢是打不出伤害的。那么这边赶紧回城一波，希望不要打起来。敌方刀锋还是冲了上来。那最后又收敌方刀锋，好像是玲玲的炸弹把他炸死的。玲玲呢是死掉的时候会冒出几个炸弹。那炸弹的伤害呢好像还调整过，调得非常高，说不定呢以后会有一个自杀力的零零玩法，就是全部物理攻击哦，然后再顺利冲进去自爆自杀。当然呢不要说这个玩法是我提议的。这边的零零还想要吃红，给射手吃红呢是合情合理的，并射手呢手比较长，拿红爆效益更大。我们现在是个飞鸟，飞鸟还能够帮我们提供视野，以免这个地图乌漆抹黑。这边敌方全消失，有可能在上路附近哦。朝敌方刀锋宝贝，看否晕倒，给他技能，老先拉开敌方资源已经抵达了。撤退的时候呢，也可以不停的轰炸 A 技能。马洛斯还是追上来哦，我们可是不怕马洛斯的，而且呢，马洛斯体积这么大，刚好是一个很好的枪靶子。
这边冰线不是很理想哦。那可是我们重要的地方纳塔亚，纳塔亚血量呢是满水被我们打残的，再请敌方大放杯吃一二一，然后他就死了。这个一二一连招呢可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一二一二，然后他就死了。这里还有冰线呢，我们试看能否杀敌方马罗斯。马罗斯冲了上来补个大招，我们大招完了还可以再接个一技能呢。大招已经把我们被动伤害调得非常的高，反正纳塔亚的思路就是技能全部命中就很痛。技能都不中的话呢，就那这边兵线还有一点距离哦，这个珠宝有点难猜。我们先收掉这个小丑，刚好纳塔亚是小丑的克星。下部兵线马上抵达，最后没有成功抽离方向珠宝。以上呢是我带纳塔亚 S 排位的三人说，纳塔亚玩好关键呢，当然是技能要很准了。再来呢就是我们没有位移，要注意我们自身的走位。就能感谢大家收看，喜欢影片请按赞、订阅、打开铃铛，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给你朋友们。那就我是尚恩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